大家好，我是徐萌璇。现在戴口罩是因为我等一下要睡觉，我怕会很丑，所以先戴起来。我们今天搭车就是一波三折，就是很难搭这个车。下次不要搭车，下次直接搭电车，疯掉。嘿，你在搭客运，路上好塞哦。可能今天天气很好吧。停车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去六福村，要去应景一下那个万圣节。超想今天到了，哇，他活该，好可怜哦，违反我们纪律，他不该准时到的。我们纪律就是11:30到的话就是要12:30到。我们到了，他们哪？你打电话问他。开路了吗？张兆祥，张兆祥，这个人提早一个小时到，好笑哦。提早一个小时在这边等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啊！爆米花70块再来买。小丑女。丑，很丑的丑。哎，你就跟他做一样的表情。个个。那我们要先干嘛？先吃东西哦。怎样？里面有东西吃吗？有。消费，消费，还有嘞？应该今天没开吧？那你嘞？我会装屌。你嘞？你嘞？我都可以啊。可以。对啊。下好雨了。好哟，我很想要突破哎。你以为你用讲的就很？我就很想啊。一头雾水的我们。那个特餐在20餐厅。对啊，就是那个。20餐厅，找一下在哪里？在5:30。然后在哪里啊？观光客自拍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墓碑镇看游行。那我要来访问你了。好啊。墓碑镇有什么特色？墓碑镇就是很多碑，然后未来你也可能也会去那边，懂吧？那里有很多那个、啊。你先去吧。很多南瓜。南瓜那是南瓜镇吧？是吗？哪有南瓜镇？算了，名就只有墓碑镇。那南瓜墓碑镇为什么？有个搞怪南瓜园。哦，在墓碑镇里是吧？对啊。OK， 现在还在做功课。对、啊。的主持人。对、啊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一点那个？有一点那个，出发前早就做好功课。对啊，没配，是这一位。我把表定几点会到啊？12点，就现在已经快要2点了。浮夸，才1点多。看游行再回来玩，好。反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我们一定要玩消费跟大怒神要老友情，而且刚好在维修，没有啊，都在维修。不行，现在没发生。我都多可惜，消费全日保养。你怎么知道？可惜你怎么知道？还不行啊，我从来都说不太危险。他从小就喜欢顾包包，对，特别喜欢玩这样顾包包游戏。不是为了增进我顾包包的能力，我就去学太。所以你就是学的太强哦。现在没有人可以跟我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在哪兒了？走。就只会讲走而已。我还会 let's go 啊。中文是。
看我。表演谁要看？这里也有表演，请大家围观。我们这是一群没有活力的年轻人。前方20公尺。不要想说不可怕，他俩可怕。这种时候我都是负责顾包包。老油井啊，老油井。海盗船。终极版海盗船。都没扣好，都好了。紧张吗？紧张吗？在装啊你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观众要求看。Hello。对不起，干哈？哦，你要不要分刘海哦？专门修你鼻子，哎，可以，修好了，修好了。它是有点挤，进不去。我是刚好，我是刚，你刚好，你要擦一擦，我是刚，你的很刚好，你的刚好。快到我们那儿，我们从那里排到这里。书包，这是我们这个店的店主介绍给我们。谁？月经？谁啊？是你啊！你在干嘛？流的。你已经要被打了。可是他没有很高的，很快的下来，有点好。你开车，你不要那么会在那边收嘴哦。我这样子要抓，就抓爆你的手。这是我们第三个游乐设施急流泛舟，下午会变落汤鸡呢。那你要玩成语文了，你们知道好冷哦，辛苦蓝轩了，再帮我们买一件外套。韩妞，干嘛？干活。